27 January 2014. OK， 这个几岁？零二年的11岁。11岁啊，他当时几岁做？去年。去年多久？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。过年要过年。做了有来吗？那时候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嗯。也是这边的。一样地方。现在什么事情他不想变啊？现在有，但小便有时滴一下滴一下这样哦。不可以站起来是吗？有时啊，你他这种自己脚，没有力站起来有时。左边的了。这个几时来呀？几天的？它是慢慢越来越大。越来越大。This could be a succumbing tumor. It could be a succumbing tumor rather than a hernia hernia, but we'll check. Hernia hernia normally can push back.他会吃会喝吗？有吃。是啊。可以，那么我就把进去了。OK，thanks。